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放》。特首在施政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要建第三所醫學院。今天有嘉賓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就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喂，教授，其實講了很久，你的構思是怎樣呢？就是為什麼我們第三所醫學院，同埋大家都知道香港醫生真的不太夠。很明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醫生的人手是真的不夠的。我們每千人口只有2.1個醫生到，跟很多附近的地區以至歐美國家的數量差很遠。不過這個也都正面看，這個反映了我們的香港的醫護人員的效率真的很高，特別是我們公營醫療，我每次都要講這件事。好了，在增加人手那裡我們當然有不同的方法，包括了我們現有兩間醫學院，我可以增加人那個培訓的數目。其實政府做了很多的了，沒錯，現在成600人的了，一年現在已經加到最近，特首也都在個新的資料報告也都提出了，我們由每年的590個的醫學生名額加到650個了，咁呢個都又加咗好多嘢啦。其實過去唔計今次加啦，其實過去六年咧，我哋加咗差唔多三分一嘅。冇錯。咁你諗下，好短時間喎。咁但係我哋都計咧，都仲有好多其他方法要去到可以增加人手嘅。除咗自己個現有兩間醫學院培訓啦，咁我哋亦都引進緊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啦，嚇。咁醫管局方面亦都好多措施啦，去挽留啲醫生啊咁樣啦，嚇。咁總體個數目咧，另一個方法要提升個數目咧，就係肯定係第三間醫學院啦。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要積極去考慮嘅？不過考慮第三間醫學院即係新一間醫學院嘅時候咧，我哋要好小心嚇，因為咧。兩間醫學院，我一直都強調咧，真係香港嘅醫療個基石嚟㗎嚇。我哋過往由港大醫學院啦，去到我哋嘅中文大學醫學院，雖然佢只有中大嘅醫學院只有40多年，但係咧好短時間已經排名世界前列，冇錯啦，世界前列㗎嚇。咁啊，兩間醫學院咧都係喺世界度響噹噹嘅。我哋培訓嘅醫生亦都係嗰啲醫學生畢業出嚟好規範。達到很高的水準，再經過專科培訓咧，先至維持到香港的醫療的水平，達到咁國際咁高水平。所以在我哋考慮是不是做第三間醫學院的時候咧，我哋肯定要咧確保第一保住呢兩間，冇錯啦，呢兩間咧一定要保持 high standard。而第三間咧，我哋的期望都是會好似港大醫學院。中大醫學院咁樣咧，係做到係一個好成功嘅，為我哋培訓人才啦。個目標可以係除咗培訓個人才，增加我哋醫生嘅人手咧。其實如果我哋嘅人手足夠咧，香港以香港嘅醫療喺個國際度嘅水平個優勢咧，我哋絕對可以做埋支持我哋嘅創新啊，我哋個成立一個國際醫療創新嘅樞紐啊，去到咧就唔單止可以維持個服務啦，我哋甚至可以提升個服務創新嘅喺藥物啊、醫療器械研發方面添嘅。咁可以咁講啦，新嘅醫學院咧就牽連到現有兩間醫學院嘅，有可能嘅。所以我哋要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間新醫學院唔好影響呢兩間。我可以咁講啊，因為呢個係基石嚟嘅嚇，所以咧我哋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冇錯。所以在我哋計劃嘅時候，我哋要計劃得好周詳先啦。就喺唔影響現有兩間醫學院嘅同時咧，能夠建立到一間好快就能夠全球知名嘅第三間醫學院。咁係，咁中大幾十年已經咁不好短時間咋，呢兩年好似排名某啲排名仲高過港大，咁真係做得好好。而家證明我哋香港人真係有心要做得到。喺你領導之下一定得㗎。咁想問啊？政府就話有10個 criteria 啦，去籌建呢個醫學院。咁其實10個都好 balance 嘅，包括學生啊、教授啊，點樣配合而家兩間醫學院國際化、多元化。咁整體嚟講，邊樣最重要咧？你覺得？即係喺你嘅考慮。嗱，我哋定咗有10個標準啦。第一個其實就係個策略。
個要創新嘅，我哋用一個叫錯位嘅發展嘅嚇，個好明顯咧就係要同現有兩間醫學院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嘅。其實就喺我哋跟住落嚟十個目標入邊啊，總共十個目標入邊啦，都係要有個錯位嘅。個原因其實正正就我頭先講嘅啦，我哋唔想影響現有兩間醫學院嘅發展。咁個策略要錯位啦，入邊你提到嘅我哋嘅師即係教師啦，即係教授嚇，生學生嘅來源啦，我哋嘅校舍啦，教學醫院啦，我哋嘅資金啦，係嘛？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 implementation plan 嚇，我哋嗰個規劃，我哋嘅推行嘅成個流程啦，以至到佢個教學質素啊，同埋佢嗰個科研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有一啲新嘅方向啊，咁樣嘅啊，個課程亦都係非常重要的一樣嘢啦嚇。所以點解我哋第一個咧就係強調呢個係一個要策略方面有個創新嘅，係錯位發展嘅。咁當然啦，個重點毫無疑問，一間醫學院。除了要教到啲學生之外咧，其實你考慮翻睇下我哋而家兩間醫學院，你就可以知道我哋想要嘅係咩。除了教得一啲好嘅醫生出嚟嚇，佢仲要喺科研方面，我哋希望佢有一個好嘅，咁先至能夠喺世界嘅醫學院排名咁上啊嘛。因為科研喺醫學院個排名啊，大學嘅位置係好重要嘅嚇。仲有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睇翻現有兩間醫學院咧，喺我哋香港個醫療水平嘅提升方面咧，啲新嘅服務、新嘅醫學嘅技術咧，都係往往係由兩間大學嘅醫學院去到發展啦。我用翻我自己啦，你發明出嚟，我哋喺個係啦係啦，喺個即係我自己喺香港大學嘅一路嘅做嘅，我哋都係做臨床，我哋都係醫學院。我哋除咗教學生，我哋除咗做我哋嘅科研啦，其實好容易好重要一樣嘢，科研成果咧要能夠轉化成為最終真係幫到病人嘅係啦。以前冇得醫嘅病，我哋能夠通過科研。然後咧，能夠做到一啲技術，可以救到啲，好似以前我哋冇你講翻肝啦，係啦，我講翻肝二姐啦，係啦，我哋真係臨床嘅，我哋睇到呢個問題，有啲病人咧，以往係真係冇得醫嘅，面對死亡，我哋而家有方法，我哋個肝移植。有啲創新嘅技術啦，能夠活咗右肝，只要有個肝，我哋可以98%98%可以救翻生一個人，能夠回復翻健康。嗱，呢啲就係醫學院嘅其中一個責任。嗱，咁嗱，你就係好特別嘅醫生啊，同埋研究人才。咁其實而家喂，啲醫生忙到叫救命㗎。你睇到啊，局長，你鼓勵啲行下，你即係你見到都覺得哇，即係。我自己好辛苦，你經歷過啦。我自己都係前線嘅，一日19-20個鐘頭。冇錯。咁點樣即係可以令佢哋多啲時候，即係去諗下，喂，我點樣可以為啲即係創新去做多啲嘢咧？其實即係醫療人員啦，特別係醫生啦，其實我哋不嬲都係可以 multitask 嘅，做好多嘅。我都好知道而家，其實我哋喺醫院入邊，特別係我哋教學醫院入邊啲同事啊咁咧，佢哋都係每日都係除咗要面對要幫病人照顧病人啦，佢哋都喺度諗緊方法繼續去做創新，亦都做緊好多科研嘅。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即係。話佢哋效率高，咁啊繼續俾佢哋。我哋真係諗緊好多方法，去增加本地嘅人手。我哋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啦，咁啊醫管局啦，大學咧其實都招聘緊嘅。咁我哋預計今年到而家差唔多年底啦，我哋應該可能有280個到啦，非本地培訓醫生咧。係招聘到嚟嘅，係肯定係呢啲係救兵嚟嘅。咁同一時間，我哋嗰個今年加收咗個醫學生啦嚇，咁會有650個啦。我哋睇到咧，呢各方面都會有一路好大幫助。係，但係咧確實新嘅醫學院咧，我哋睇到咧就唔單止可以喺現有嘅機制啦。去增加，唔係淨係增加人手咁簡單，而係如果我哋能夠錯位發展咧。嗰、那個學生嘅來源啊，我哋會有好多新嘅一啲人才。second degree 係啦，因為呢個錯位發展咧就唔同現有兩間醫學院係中學畢業生嘅，我哋係會收一啲已經讀咗一個大學學位嘅。喺我哋睇到咧，
第一就係有啲同學啦，佢哋最初可能對醫學未必咁了解嘅，佢哋唔想喺十七八歲嘅時候咧，係就決定話喺呢一世我都係做醫生㗎啦。咁但係佢讀完一個一個學位之後咧，佢喺個過程入邊佢成熟咗咯，佢可能先至對呢個醫學啊，對呢個臨床醫學有個興趣喺度嘅。咁呢度其實有好多好人才嘅，佢可能第一個學位係讀科學嘅，可能生物醫藥啊，都係有關嘅添。冇錯，你讀呢個 Arts 都得噶嘛嚇。我哋希望咧喺另有一個層次、另外一個位置嗰度咧，去吸納呢啲人才加入我哋醫療行業。本地嘅 second degree 定係全世界咧？嗱，呢個又另一方面啦。我哋除咗喺呢啲唔係中學畢業生，佢先讀咗個學位之外嘅呢啲學生咧，我哋亦都考慮咧，尤其是香港嘅出生率。真係越嚟越低啊！嚇，亦都好多我哋做緊好多嘢，希望改善嘅。咁不過呢個係全世界嘅一個趨勢嚟嘅嚇。咁我哋一定要考慮點去吸人才啦。所以我哋都咧今次個第三間醫學院咧，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夠考慮點樣吸引一啲唔係本地嘅，唔係香港居民嘅嚇。等我哋國際化發展。局長傾到呢度先，休息翻嚟繼續傾落去。好。設計越簡單越唔簡單。而家香港嘅屋咧，有個玄關位咧，都幾難得。通過一個半師傅嘅屏風先望到入屋，唔會完全冇曬私隱度啦。無論佢外趟門定內趟門，佢都會有個緩衝嘅效果。收納方法統一得嚟，帶啲唔同人。有人俾咗個沙漠，我就去諗點樣去做翻個綠洲出嚟。離遠你夜晚見到著燈咧，就會見到啲玩具喺裏面。即係願望係發光嘅禮物盒咁樣。係啦，專做美學，今晚八點 ，Feel TV。想买两张太空卡，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啦。咁就买登记咗嗰啲，唔好买埋登记咗嘅卡啊，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智方便登记就最方便。旅客就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抽查，唔合规会被停用，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咁多款藥點算好啊？配夫人全效止咳露 F2 全效配方，擊退四大傷風咳症狀，連續14年全港銷量 No.1。配夫人70年，一直守護你健康。一盅面大火頭煲仔飯加火鍋，優惠價88蚊，仲有外賣孖寶等你加送。Polarsery 普樂士，俾到你智能設計，應格時尚，一煲多功能。蒸、煮、炆、炖、焗，成台大餐冇难度。智能小家电尽在普乐士。BB， 想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B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被称为美食天堂嘅香港，受经济不稳同北上消费热潮夹击，近年唔少食肆处于挨打状态，有啲割价吸客，有餐厅甚至以返工深圳作为减价口号，到底成唔成功呢？香港嘅租金、人工、食材长期高企，不过仍然有食肆可以突围逆市扩张，究竟系靠乜嘢呢？经纬线星期日晚7:30 ，Feel TV。电影级加持，最强毕业作。今次参赛者合会以佢哋嘅影视拍摄嚟到进行比赛，嚟到拣选我哋嘅最佳男女演员嘅。1年3小时专业级选角，佢俾我睇到佢系用心去演出。闪佢哋卡狂热成仙，选角迈向演员之路。今晚8:30。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大明大放。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嘅卢颂茂教授嘅。阿教授啱啱讲到学生咧，咁先生方面嗱，即系要教噶嘛，尤其是啲医学生，咁唔影响目前两间医学院
嘅教授或者本間院嘅教授，咁呢教授邊揾啊？嗱，確實咧，臨床嘅醫學教授咧係相當難揾嘅一樣嘢。當然啦，其實現有兩間醫學院咧，其實自己培訓好多出嚟噶。嗱，我自己都係港大畢業，亦都係一路喺港大度，我哋努力咁去到工作啦，亦都大學俾到我哋好機會啦，我哋先上到去即係成為一個臨床教學嘅科研人員嘅添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重視呢樣嘢，我哋都唔想第三間醫學院咧純粹靠挖掘現有兩間醫學院的教授，冇錯，係啦，大家去搶，互相造成一個惡性競爭咧，就會好危險嘅，影響咗研究質素。況且我哋睇到咧，現有兩間醫學院其實過去幾年都面對住嗰個教學人員個短缺問題嘅，因為咧我哋加咁多學位，你記住喎，六年加咗三分一喎，好犀利嘅，好犀利嘅喎，咁教醫學生咧就唔係純粹一個課室度。真係去睇住點做啊！我教一個200人嘅同教300人嘅冇分別啫，我都講同一堂書啊。咁我哋好多係通過真係實踐噶嘛，要喺通過睇病人嘅過程啊，做手術嘅過程啊，做內鏡嘅過程去教學生。咁呢啲教學咧就唔可以話我就咁加人數嘅，因為好多都係小班小組教學噶。有時我哋帶住5個學生，甚至3個學生。去做教嘅，咁所以咧個人手好重要。我哋希望新嘅醫學院咧，佢會有一啲新嘅途徑去到招聘，包括咗海外嘅，亦都包括咗我哋自己本地嘅一啲教我哋嘅醫護人員嚇。因為就算現有嘅唔係喺大學入邊工作嘅咧，其實有好多對嗰、那個個教學科研啊，佢哋都有興趣嘅。尤其是啲年青嘅我哋嘅醫生啦，我哋都希望咧吸引佢哋加入去到呢個大學嘅 academic staff 嗰、那個學術嘅醫生嗰個行列度，去到繼續發展。呢、這個其實對香港作為個醫療創新樞紐都好重要嘅，因為大學啲臨床嘅我哋啲教授咧，佢哋唔單止教學生啦，亦都做好多臨床研究啦。咁呢個同我哋推動呢個臨床研究係配合嘅。係咁嗱，而家我 understand 咧，好多醫學生咁佢就除咗兩間教學醫院，佢都每間醫院去噶嘛。咁喺其他咧醫院裏邊嗰啲。你點樣等到佢哋可以係有時去教多啲呢啲學生咧？嗱，確實咧，而家我哋醫管局嘅同事咧，都係擔任住一個好重要嘅工作㗎。嚇，我哋呢度亦都係我哋兩間現有大學醫學院嘅學生咧，係去到唔同嘅醫管局嘅醫院，去到跟嗰啲臨床醫生佢哋嘅工作啊，咁樣咧去做一個臨床嘅培訓嘅嚇。咁確實咧，現有嘅醫管局醫生都肩負呢個工作，就係貢獻咗唔同嘅時間啦。冇錯，就算考試，我哋都好有好多醫管局醫生係幫手去考啲醫學生嘅。咁未來我哋都要要靠佢哋嘅支持㗎啦。咁喺呢方面咧，我哋有一啲新嘅一啲方向嘅，即係現有嘅醫學院啊咁樣咧，我哋都諗緊咧，可唔可以有啲臨床醫生啦？佢哋唔係一定要靠邊站，即係我一係就醫管局嘅，一係就大學嘅，可唔可以有啲係？又是一部分是醫管局的，一部分是大學，一個 joint appointment 咧，係啦，即等於馬麗威爾斯同兩間大學。冇錯啦，咁呢個咧俾到我哋嗰啲醫生，我哋同事咧，佢哋有興趣去做教學科研嘅，但係佢又唔係話想好分咁啊。我係啊，我又唔係全職去，但係我就變咗我淨係喺醫管局，你又叫我去教學培訓，好似即係咁呢個咧一個 joint appointment 啦，或者叫共同嘅一個聘任咧，會俾到我哋啲醫生更大嘅發展啦，從而都可以留翻更多我哋嘅呢啲咁嘅同事喺個公營醫療系統入邊啦。咁呢第三間醫學院嗰個課程會唔會係應該係？比較創新型、擁抱科技各方面嘅課程同而家唔同，因為佢係4年制啦嘛。課程既要達標準，符合一個標準，即係有守舊嘅，要跟嘅，你要跟嘅冇辦法，因為有啲規矩嘅，呢個冇得傾啊，因為個醫學個水準，個醫生培訓出嚟冇得傾嘅，係啦。但係咧，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去創新嘅。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講咗啦嚇，喺個收生來源，我哋要係呢個
第二學位嘅，即係佢已經有讀咗一個大學嘅學位，然後先讀嘅。咁喺呢個咁嘅所謂 graduate entry 呢種嘅制度咧，一般就係四年制，一般係四年制嚇。咁我哋現有咧，中學生入醫學院咧去讀咧就用六年制嘅嚇。咁所以點樣將一個六年制嘅能夠符合到醫務委員會要求的佢要讀的嘢，任何讀的嘢個時間咧，我都要擺落去個四年制咧。咁當然呢班四年制的學生咧，佢哋已經讀咗個冇錯啦，佢已經讀咗個學位嘅，佢哋個基礎有啲唔同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係可以做得到嘅嚇，因為譬如喺美國啊，或者好多呢個所謂都係叫四年制嘅大學咧，佢哋都係四年嘅本科，再加一個四年嘅醫學嘅培訓啦。咁呢個會做得到。咁我哋至於另外一方面，你提到噶啦，喺佢能夠符合到醫務委員會的條件之下，佢有咩創新呢？例如佢用一啲新嘅科技，教呢啲學生一個新嘅科技。特別係如果佢話係我哋對個科研好重視嘅，佢哋能唔能夠加多少少，加多一啲科研方面嘅一啲嘅去提升呢啲醫學生佢哋嗰個對將來科研嘅培訓，特別係臨床研究嗰個興趣啊咁咧，咁呢個就係嗰、那個新醫學院要提出佢哋嗰個優點喺邊啊？咁即係從收生到教師到嗰個 curriculum 個課程都要創新咁希望。係啊，仲有㗎，仲有㗎嗱，我要講喎校舍啦，佢個校舍喺邊度？你唔可以用我而家嘅醫學院啦，你個教學醫院啦，我哋而家教學醫院個都壓力好大㗎，係咪會有一間新嘅咧？有咩一個創新嘅意念喺邊度做咧？咁醫院就我哋就預留咗個空間嘅，但係睇呢個醫學院係喺北都嗰度，咁呢個我哋作為個責任啦，我哋要準備定有曬準備㗎啦。喂，等到北都會唔會太遠啊？可唔可以即係北都之前中間可以？有啲 intern 好似中大嗰陣時用啲，我希望嗱，你大家記得啦，中大八一年收咗醫學生啦，佢哋當時個教學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咧就未起好嘅，有好多因素，所以呢個唔容易㗎。我頭先話即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係嘛？咁但係我哋都要考慮埋呢樣嘢嘅，就係如果我哋想快嘅話，要喺北都嗰度嗰間新嘅醫院起好之前。有咩方案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要交俾呢間新嘅醫學院，佢哋去諗一套出嚟話俾我哋聽。正正就係咁樣咧，我哋就定曬呢啲標準啦。我哋已經出咗，我哋二號就會應該話應該發咗嗰個邀請啦嚇，就俾呢啲有興趣嘅大學，佢哋咧就要提交個方案。三月廿七之前。我哋睇佢個方案咧，就會作出個評估， okay. 從而咧去向特首作出一個建議。OK， 好啦，轉一轉呢、這個多臨床中心對香港成為呢個國際創科中心，尤其是呢個 life science 係好重要。呢、這個構思係點樣樣？呢、這個其實真係對兩地嘅科研，尤其是即係 life science 好重要嘅喎。其實我自己喺大學做咗咁多年啦，我哋亦都做好多研究，特別係臨床研究，因為我哋係臨床醫生，要一個研究嘅項目由實驗室轉化成為臨床。其實係要通過臨床試驗嘅，呢個係同其他嘅科研有啲分別嘅嚇，因為醫療生物醫藥嗰個藥物好，又或者係啲器械好咧，佢個定嘅標準好高，亦都要有個審批同註冊，每個地方唔同。審批註冊咧就係基於臨床嘅研究啦，要好客觀嘅數據嘅，其實要求好高嚇，係喺個質量啦、安全啦，以至個效率方面咧。有一啲好客觀嘅數字去證明，然後去到由專家審批先至俾你上市用，確保病人嗰個安全啊嘛，係咪？好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香港有優勢，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限制。冇優勢咧就係我哋兩間大學醫學院不嬲都好高，我哋嘅臨床水準亦都好高，國際好認可，國家嘅係啦，國家藥監局亦都認可。但係我哋亦都有個弱點，我哋個人口細，700万。係啦，我哋得750万，無論喺個臨床試驗度，你要有足夠嘅病人去做個實驗啦。就去到個市場方面咧，對一啲藥械嘅企業，佢哋唔係好吸引嘅。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大灣區有個機遇啦，所以我哋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咧，就充分利用我哋嘅優勢，去到解決我哋嘅
嗰個弱點，就係同深圳同大灣區去做一個合作。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對香港嘅醫療創新係相當重要。係啊，變咗你加埋你嗰種整緊香港嘅藥監啦，同埋利用咗大灣區人口，真係為香港嘅科研。未來可以為我哋嘅病人啊，將一啲最先進嘅療法新嘅創新，以前冇得醫嘅病，而家有新藥醫新嘅器械醫啦，能夠引進嚟，然後咧最快時間我哋病人受益啦。同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產業嚟，係啊，呢個生物醫藥好大嘅產業。局長多謝曬，希望呢個醫學院就快啲可以啟動，同埋呢個多臨床中心即係新嘅藥，等於你所講。是我哋病人嘅福音嚟嘅，我哋會繼續努力。多謝局長。